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汪向编辑部正向报的节目。录音的时间2021年4月3日，这是我 Raymond Wong， 还有澳洲真 BC。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好啦，咁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帮下手点赞、订阅同分享。嗱，咁呢一节节目咧就有啲沉重嘅，咁啊讲一讲台湾地区寻日发生嘅事故啦。咁啊好严重啊，咁啊可以话系黑色星期五啦，就60年嚟台铁60年嚟最严重嘅事故。咁咩事咧？咁啊简单讲一讲啦。咁就太鲁阁号列车408次。咁去到花莲大清水隧道嗰个北口嘅时候咧，唉，因为即系附近上边咧山坡上边咧就有个台铁嘅工程承办商贪图方便，佢就将嗰架工程车咧就求其停咗喺斜坡嗰度，咁啊唔记得拉手掣，结果咧架工程车咧就沿住嗰个斜坡滑行到路轨上边，咁啊太鲁阁号咧就嚟唔切刹车啊，咁就撞咗落嗰架失控嘅工程车嗰度，跟住就出轨。咁嗱，即系搞到嘅50多人即系挂咗噶啦，而家罹难啦吓，罹难。嗯嗯。咁啊，仲有100多人受伤。嗯。咁其实嗰个承办商嗰个老板就叫做李以祥，佢而家已经即系俾人拉咗噶啦。嗯。咁啊，嗱，点解即系台湾成日都有呢啲咁嘅意外咧？基建残旧啊。其中一样嘢系基建残旧，即系但系今次咧就某程度上系你睇到做台湾工程的人呢好不小心。嗯。这些事会发生的，即我不是说在其他地方百分百不会，即是手掣拉不实啊，架车陷了下去啊，手掣坏了啊，这些是会的。但是今次呢其实就是那个风险管理台铁都有很大的责任。即是有什么可能是旁边，即是铁路旁边有条斜坡，跟住你是一些围栏都没有的，即是拦住汽车的围栏都没有的。系呢、這个我都好出奇嘅，即系其实睇到呢单不幸嘅事之后咧，我都觉得吓、啊，好似有啲嘢唔系啲工程师应该，即系有啲系我哋觉得好平常嘅，好基础嘅嘢咧，佢系做唔到咯，或者系冇做咯，吓、啊、呢、這个你令到我好震惊嘅，真心地讲。系啊，咁嗱，即系当然你话台湾嘅基建老旧都系一个原因嚟嘅，但系更大的问题呢就是他们那班人呢，即是搞基建那班人呢，现在是即是我自己粗浅的看法，就是完全没有心去做。即是你可以即是做事有甩漏，即是这个我是觉得是会的。但是你管理的人呢，你就要当一般工人有甩漏的时候呢，都不会酿成重大的意外。你一定要做一个风险管理评估，那么处理这些问题才是啱数的。咁而家我睇到嘅照片咧，就係台鐵出軌嗰個位置附近咧，其實係好危險嘅。點解咧？嗱，佢側邊係有一條斜坡，咁嗰條路咧就完全冇防護欄嘅。嗱，當然佢哋可以話工程路使乜防護欄啦。咁對唔住，工程嘅路咧先至係特別需要防護欄嘅，因為咧工程車失控嘅機率其實唔低嘅，即係尤其是嗰啲基建故障有意外啊各方面。你本来就应该装返一啲防撞栏嘅。咁防撞栏有个咩好处呢，就係嗰架车撞咗落去嘅时候呢，佢就兜住架车就唔会跌咗落路轨，亦都唔会酿成今次即係50多人死嘅意外。咁同埋睇到嘅照片就啲斜坡呢就啲旧车胎怼晒喺度嘅。咁其实呢一样嘢本身都又系另一个危险嘅情况嚟嘅。同埋旁边嗰个斜坡维护，你睇到佢系就咁用啲，即其实就係冇呢个护土墙啊嗰啲嘢嘅。即点即你有啲情况下你係可以唔需要护土墙，但你当你上面係有其他工程嘅时候，你一定要諗方法，就係啲嘢唔好跌落去路轨㗎嘛。完全冇做嘅，你睇到係台铁係。严格嚟讲係玩忽职守。呢啲嘢呢喺40年前可能可以接受嘅。呢啲但係过去40年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有啲咩意外，分析过啲意外点样样，大家去做一个风险评估，去管理翻嗰个风险，令到啲人受伤嘅几率或者死亡嘅几率减到最低嘅。但系台湾地区好明显系冇做呢啲嘢，过去几十年一直都系玩呢啲统独问题，荒废咗。行碌
系啦，系啊，蓝绿对决，荒废咗啲该做嘅事。嗯，一个社会最惨就系咁，正常嘅嘢唔做，走去搞政治斗争。好啦，政治斗争嘅时候，结果咧，连即系有问题嘅嘢都当睇唔到，就系因为佢自己系你嘅党友，所以咧出事当睇唔到。呢啲系好可恶嘅一件事嚟，亦都好可悲。真心地讲，即系其实台湾有个共识就系咧。而到今時今日為止，係可以講話佢嘅晶片行業係幾好嘅，但係好其實科技嘅行業咧，一切都係以前奠基落嚟嘅，啊啲基建咧，好多時候咧，而家嘅嘢咧都係蔣經國嗰陣做嘅，或者係佢構思出嚟嘅嘢嚟嘅。蔣經國幾多年啦已經，即係自從呢個李登輝之後，台灣就好大鑊噶啦，冇咩進嗱，即係我唔敢話佢冇進步，但係。进步的幅度好像比其他周边地区是小一点的，是吧？有一些东西其实就将货就价，有很多东西就是你有些人骂香港基建整天超支，港铁很无能，跟着又说政府监管又无能，其实讲个现实给大家听，这些东西是贵了的，那超支是正常的，如果你没有最初没有预留一些价格调整那些东西下去的时候，你是会超支的。同埋你冇預計到一啲嘢，譬如舉個例子，香港好多超支就係有文物，其實係解釋到嘅。不過咧，啲立法會議員咧好似唔睇報告一樣嘅。嗰陣時我都講過啦，沙中線超支，喂，宋皇台嗰度揾到好多嘢喎，嗯，唔計嘅咩？佢超支係有原因喎，同埋你一掘嗰啲文物嘅時候，你就要停工嘅咯。其他嘢停工，但你要你一定要俾翻嗰個 offsite overhead 嗰個承建商嘅喎。你要俾錢佢噶，佢中咗你個合同，佢開唔到工，你係都要俾錢佢噶。係啊，同埋有樣嘢最好笑就係嗰批泛民議員咧，有好多所謂嘅環保膠啦，佢哋咧有份鬧呢啲叫做超支，但係咧佢哋咧又話要誓死保衞呢啲文物噶喎。啊，但係佢哋又唔講保衞文物要用錢噶喎。唔公道咯！其實佢哋用錢嚟做一個武器啫，其實佢哋就係、是、而喺台灣地區都係有呢啲情況出現。結果咧就做乜嘢咧？哦，台鐵啊，哦，你哋要減縮成本乜乜乜乜，好啊，減縮成本嘅結果咧就係外判咯。外判好啦，即係冇錯啲外判有咩好處咧？就係外判翻可以俾翻佢哋嗰啲鄉民做啦。但個問題就係、是、你鄉民做你要監督佢哋做噶嘛，係咪啊？監督社長有看台灣媒體的聲面，是這個台灣用語。他事實上就是鄉民，其實現在那間工程車的問題，其實他就是給了一些小老闆做咯。其實就給小老闆做不是不對的，可以的，即我都覺得是可以，但你要監督嘛。其實監督是不力啦，還有是沒有想過有意外會怎樣，或者譬如有架車失控的時候對鐵路的影響會怎樣呢？其實這件事台鐵是做得很差的，即係鐵路平交道嗰啲問題，呢啲絕對係積弊嚟嘅，所以搞高鐵都唔俾台鐵搞就係咁咯。當然呢個有都有其他利益嘅考量啦。不過你一做嘢就俾人嚼啦，咁啊講翻其實當時韓國瑜未下台之前喺高雄嗰陣咧，其實咧執咗好多爛路嘅。咁咧當然啦，呢個花媽嚇陳菊咧啊，咁有人懷疑啦，懷疑佢。有啲同人哋勾結啦嚇，咁啊，阿媽係一個咩人嚟嘅？就係、是、一個老江湖嚟嘅。我一次食飯，有一次我食飯同佢一齊啊嘛。咁佢好犀利喎，即係其實好少市長會咁樣做喎。佢個其實個人好貼地喎。佢啊係係呢個係事實。我哋一班人喺度食飯啦，即係其實好多嘅開個會嘅，其實係嗰啲即係嗰啲會。咁陳菊有去嘅，咁陳菊係去每一台敬酒嘅。係啊，佢係好台。好台嘅一個人，即係好識得嗰啲人情世故啊！呢、這個佢係叻嘅，因為佢都係個鄉民，俾人個感覺好好嘅。其實花媽係，嗱我都要老實講啊，即係我自己都見過佢嗰陣時2011年嘅時候見過佢。嗯，咁佢係會即係每一台敬曬酒啊，就算你唔係好識嘅人啊，都敬酒嘅，就好親好熱情嘅個人係。哦，呢、這個都係民進黨喺南部吸票嘅。叫做策略或者是他们的 style 啊，即是方式咧。因为其实他知道咧，南部的人咧系港人情味好多嘅，所以咧佢有咩敬酒啊嗰啲咁嘅，即系
有啲咩人走咗，即係嗰啲喜事白事啊，佢哋咧，民進黨呢下嘢咧，佢就好貼地嘅，呢個都係事實。不過而家呢代咧，即係花媽就係老嘅民進黨人啦嚇，但係呢代咧就係比較離地啲嚇，咁啊係嘅，事實上即係有啲人就問我，喂，曾秘書點解好似咁荒唐嘅嘢喺台灣佢都會選佢哋？因為你要知道喎，台灣嘅社會咧都係好貼地，佢係國際新聞係不多喎，都係講本土嗰啲真係好本土嘅台灣新聞，所以咧佢哋民進黨係揼好個區咧就夠贏噶啦，即係喺南部啫，我知嚇，同埋南部講呢個閩南話嘅人係多嘅，所以如果佢都係講閩南話或者講台灣國語啊，淨台灣國語啊，粗翻嗰啲咁嘅嘢咧，佢哋覺得你先係自己人咁先揼票俾你嘅啫，但係咧國民黨好多啲外省人啦，而家就冇乜呢樣嘢，因為大家都係好。都是台灣土生土長就不同啦。但是寫了一講花媽呢樣嘢，其實我就一想起見到民進黨的人咧，真的很貼地嘅，即係相對於國民黨嗰啲公子哥兒嚟講。所以佢係有佢嘅贏票嘅方法啦。佢係有佢嘅優點嘅。嗯，呢個係事實嚟嘅。嗯，嗱咁而家就呢件事都好嚴重啦。其實就因為台灣其實呢個時間都幾熱啲消防员去到的时候呢就已经说架出轨的列车呢车厢都是尸臭味。其实他们很快去到了已经。但是没办法。同埋有一个问题的就是台铁这些太鲁阁号的列车呢他们那个位置有些人呢是打横向的。即是我见到的情况就。究竟他是为了救人才将车位打横啊还是他本身是打横呢其实我自己就未坐过。我自己就觉得本身就是打横给人看风景的。就是这一类型的列车。它这样安排呢就是当它一撞车的时候呢其实就没有遮没挡的。一没有遮没挡的时候呢就很大镬的了。就是如果你看到你看回一些相片你会找到一些很奇怪的相片。就是它的凳是全部向着架车的窗的。如果它真的这样搞的话呢就是它那个是给人用来看风景的话呢本身是危险很多，即是你一般坐比较高速的列车呢其实一定要即是向前的，就好像内地的高铁这样，就不可以打侧来坐下乘的，其实是打侧你是不安全的，老老实实，即是一定要同那个你的面向的方向呢其实要同那个车是 的运转方向是一样的，那当你有譬如有碰撞的时候你就当然就是前面的位置是会挡住你的。咁係會安全好多。咁而家即係睇到嗰個情況就有啲奇怪嘅，即係台灣嗰種做法。嗯。咁究竟係本身佢哋嘅車係咁咧，定係點咧？我就唔知啦。呢個。嗯。唉。不過總之呢啲係，我覺得高度政治化的地方就係有呢樣嘢唔好咯。即係大家將好多問題咧都擺落係政治嗰度爭議啊，所以都係大鑊㗎啦。其實老實講，其實我觉得我即系我小弟觉得，台湾咁样再好落去都唔系办法嚟，唉，真系大镬。系啊，同埋太多嘢高度政治化，即系你一有事嘅时候，其实都唔会真系揾嗰个问题嘅原因，个焦点就放咗喺政治上边啊嘛。点样可以喺政治上边赢一个点数？咩叫赢点数咧？你想用技术性击倒对手咧，咁你咪喺呢啲咁嘅事故嗰度揾啲。跟件事无关的东西出来。是。就是将焦点放在那些不啱的东西上面。是。台湾就是被民进党这种高度政治化。那国民党根基啦，那没办法啦现在。其实那么讲回其实花妈是不是一个台独分子呢，那有些人说他是啦。啊，不过这么说，即是刚才我们讲的不是为台独分子背书。啊，只不过讲为什么他会赢到呢，其实因为很多朋友是不明白为什么民进党咁都可以赢到，系因为佢哋做嘅嘢咧系好贴地嘅，喺尤其是南部嗰啲嘢咧吓系好贴地嘅。虽然佢哋咧成日大选时候就系讲咩固领土啲咁啊，固本土啲咁嘅嘢咧，系都系呃票嘅，但系咧佢哋嘅政卡即系叫装脚啊，其实系做好多嘢嘅吓。呢啲要明白啊吓，即系我哋唔系为佢背书，只不过讲个现实就系点解。他们依然是赢到，是因为他们看上去是比国民党贴地。我们之前节目都讲过了，居然呢有人啊叫这个吴敦义总出
仲出嚟选立委，唔系选总统，即系俾人哋感觉你系一个好老气嘅政党啊。系啊，其实即系国民党系有国民党嘅问题，即系国民党有一部分人咧就唔系好理解嗰个台湾嗰个民情，佢做嘅嘢俾人嘅感觉好离地，咁就呢个系亦系佢输俾喺执系咗中国大陆嘅一个原因，就系、是、因为佢哋。又是太咩咯，腐败咯，仲有啲就是其实到今时为止咧，我都承认一样嘢，就是国民党咧系冇进步过，都是嗰种叫做上层同下边嗰啲基层咧系离得太远太远啦，同埋冇谂过就系而家嗰个社会需要啲乜嘢，即系你而家你睇到佢都系荒晒嘅呢个国民党。而且是失去理性的，是啊，因为他说他觉得整个社会都癫了，我都癫埋一份咯，咁样。是啊，甚至他们年轻那代说，哎，放弃九二共识，啊，那，那他现在这样放弃九二共识的话，那其实呢，有些人都是说他傻傻的，那你同民进党是没有区别，没有区别的话，那他们就投民进党，是吧？绝对。你又找到app app的出来。吓，揾咩吴敦义嗰啲都好话唔好听，都头都白晒啦。你叫啲年轻人投你就好似有啲难度。嗱，但系你话系咪完全台湾人就会即系对大陆并不感冒？又唔系，其实我据我所知，其实咧都系好多年轻人谂住去对岸一试，甚至有啲绿人啊，我认识嘅绿人啊，佢都认识几个咧，其实佢哋好 enjoy 喺中国大陆嘅生活噶，佢哋觉得喺中国大陆。生活是比他们的乡下，即是因为他们来自这些什么那些其他非台北地区啦。那他们觉得呢，我有朋友呢，即是六人来的，他在上海生活，他说啊，原来是先进这么多的，比台湾。那当然啦，其实我觉得这些呢，反而呢是一件好事，社长是不是？就算他是六人都好，多来大陆看一看，看一看大家的差距。我觉得呢，最后呢，有些人觉得就业啊，同埋各方面嘅嘢咧，中国内地有佢嘅优势嘅话咧，我觉得慢慢咁样做咧，反而系可以和平统一吓。当然啲人觉得我系幼稚啦吓，不过要做耐啲咁解啫吓。有啲人觉得你即系俾咁多着数，佢都系唔会统一嘅。即系其实有一定，而家有一班人就系讲呢一样嘢嘅论述。你多民间交流冇用嘅，一定要抢咗翻嚟先啊！即系攞咗翻嚟我哋管，唔掂管到掂啊！即系咁讲啦。唔系咁简单啊，真系唔系咁简单啊！呢一样，仲有就系而家你可以话到俾人听成功嘅例子，即系一国两制成功嘅例子，净系得澳门啫。香港都做唔到，系即系香港一国两制，其实好坦白讲啊，有钱都玩死咗噶啦，即系头嗰廿几年揸取得太犀利，即系香港嘅上层社会揸得太犀利，唔系揸下层，下层其实最底层嘅人系冇嘢噶，揦嘢嗰啲系。中下层和中层的人其实很惨，基本上就是中产和中下层的人，即是未到中产或者中下层的人，基本上是揸到尽，结果就很惨。其实香港的社会的道德就是靠中层的人或者中下层的人去维持的，这个也是我们你说那你练得那些人太劲的时候，社会问题就很多。现在你看到香港的问题，其实咁多民怨突然之间爆晒出嚟，上层嘅人系有好大嘅责任。系，呢个亦系我哋经常批评呢个老萧，点解佢就系一味咁倾向呢个所谓叫新自由主义？其实香港就系一个赤裸裸嘅例子，就系小政府、大市场，乜嘢都唔干预嘅话，就会搞成咁咯，系嘛？结果就系彻底失败咯，基本上。其实呢个修例风波亦都系我哋其实。一早讲过，甚至旧台都讲呢、这个叫做新自由主义咧，一定会爆镬金嘅。而家就系啦，呢几年就系爆晒出嚟啦。因为嗰个贫富悬殊太犀利，收入唔平均，同埋年轻人冇咗向上行嘅路，同埋仲有一个问题，其实建制派都有责任。建制派嘅人究竟做过啲乜嘢恶事？你回顾一下就可以揾得到。所以香港系要。按一按一个 reset 制，再重新来过。是。那现在林郑做是一个契机去做。即是有些旧人想翻兜啊，那些其实老老实实，我是绝对不支持这些人
我都唔支持喺呢个时间做啲咁嘅嘢，因为佢啲狗势力啊嘛。系香港系时候要重新真系 reset 嚟，讲真，你讲得啱，系要执一执位，再做过呢个地方，冇办法嘅，你一定要做，同埋嗰啲政策一定要系护翻啲中产同埋中下层嘅人，即系多啲政策向佢哋倾斜一啲。系，所以佢哋成日讲话咩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其实我成日都讲话系倒转嚟讲，今日台湾，明日香港。如果再系咁样争斗撕裂落去咧，冇运行。好，咁今次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先，多谢大家，拜拜。拜拜。